说到这个，你会跳印尼的传统舞蹈吗？我会欣赏，但是我不会跳哎。好嘞，那你知道吗？印尼呢是著名的千岛之国，住人的岛屿呢就有6000多座，他们的舞蹈种类也很多，风格当然也就很多，但各有各的风采。印尼舞蹈呢，像很多东南亚国家一样，他们都是光着脚丫在跳舞的。那听你这样描述印尼的舞蹈，我就想到泰国的传统舞蹈。泰国的传统舞蹈啊，经常会在宗教活动、祭典典礼中出现。表演者的时候啊，也是光着脚丫表演的哦。而且啊，他们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缓慢，而富有韵味，婀娜多姿，妩媚动人。舞蹈者啊，擅长以手还有手指表达意思。那韩思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比的手势是什么意思吗？啊？什么手势？我不知道哎。那就由我来告诉你吧。好啊。他们两手交叉于胸前，代表爱的意思。爱的。而双手啊，摩擦在颈部，代表愤怒的意思。还有啊，左掌伸贴平于胸口，代表内心的喜悦。啊，好开心哦！在整个舞蹈当中，动中带静，静中有动，是非常有特色的哦。听你这样说，我很期待耶。那我们现在就欢迎我们美容科为我们带来的印尼舞蹈表演吧，掌声欢迎。Thank you.
美容科同学为我们再跳一首泰国传统舞蹈，再次掌声欢迎。Thank you.
们掌声谢谢美容科的同学们。